现在好多了，你看。今天真的是要很感谢一个国货品牌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一家准备满足妮妮的心愿，在院子里面吃烧烤，转头看到妮妮在那里动来动去的，你看都红了。走近一看，妮妮全身都被咬了好几个蚊子包，估计咬了都有一会儿了，都红了。这蚊子太多了，我给你拿驱蚊水。我们呢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盯着妮妮，驱蚊水也没有好的办法一劳永逸。昨天收到瑞武给妮寄了好多颜色的这个驱蚊手环，拿去给妮戴上，颜值高还百搭，还显得我们妮特别白，主要是成分安全，大小还能调节，妮妮乱动也不怕掉了。每个手环都配了三个金属仓，一整个夏天都够用了。我一毛好吃吧，给爸爸也带一个，全家都可以带，性价比是很高的。你看你吃的满嘴都是。为什么说要感谢这个国货品牌呢？因为他们一直在默默关注妮妮，他们的细心打动了我。我们住的地方夏天蚊子又多又毒，他们也关注到妮妮没办法很好的表达自己的需求，他们就寄了很多个给妮妮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了。带着瑞武驱蚊手环，我和妮妮爸爸能放心的带妮妮在外头玩了。这个就别摘了，给妮妮一直带着吧，不然蚊子又咬它了。好。